哦，里面的有棉花糖的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熊，今天要带大家去吃美食。听说这一家美食呢很厉害哦，我们来看看。要欢迎上吗？不是的，当然不是的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吃一家火锅店，叫做五九鼎。不过呢，听说呢，它的寿喜烧呢有加棉花糖。寿喜锅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喽。好啦，餐点都来啦，大家都看不到有没有看到呢？棉花糖的融化过程呢？啊，这是它的猪肉，来试试看它的猪肉吧。哇，我们就来吃吃看那猪肉到底好不好吃。现在蒜片猪肉吃吃看。好了，猪肉好了，吃吃看吧。哦，里面的有棉花糖的甜，那个猪肉好嫩，再吃一块，好吃哎！好吃哎！好吃，好吃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开动，看看今天可以吃几盘喽。鸡肉，给大家看一下鸡肉。哦，试试看。哦，好烫，好吃，比较好吃吧，好吃。虾子，可是呢我不能吃虾子，所以呢虾子呢就给我们的残疾人吃吧。啊，滴水了。好啦，继续开动。
杯杯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哦，给大家猜猜看这一杯是什么。啊，继续开动。对了，想跟大家讲，大家如果呢喜欢吃火锅呢，可以来这家吃吃看哦。我们会把地址放在链接下面哦，记得打开链接来看哦。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他这边的肉呢不是学点学到，所以呢要慢慢的点点点，他会慢慢的瘦。所以呢觉得今天呢总共吃了九盘的肉，可是后面还会再继续吃，因为时间还没到。可是呢他上肉的速度有点慢，所以呢怕大家呢等太久看太久，所以呢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，记得一定要留言哦，在底下留言。有来吃过的呢，也记得留言跟我讲你们吃的口感、吃的感觉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